You have whiskey. 你有没有那个命拿得走？来一局。你赢得了我吗？现在这个情况，你和我还有的选吗？ 李教官宣布各位同学毕业单位。李可，到。公交总队警犬大队。是。刘斌，到。经侦大队。谢教官。 千算万算，怎么到经侦了呢？哎哎，什么思想觉悟啊？嗯，要服从分配。等我呀见了邢总，邀请你一起联合办案。我谢谢你啊。钱小天，到。公交总队警犬大队。啊？不是，怎么了？我没训过犬啊，老师，不是您是不是看错了？您再瞅瞅。 你是不满意啊，还是舍不得走啊？要不留下吧。
欢迎大家来到市局公交总队警犬大队，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维护城市安全社会稳定的崭新一员。所不同的是，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陪伴你的还有一位最忠诚最亲密的战友，他会与你形影不离，甚至出生入死。那么你的搭档到底是谁呢？按照公平的老规矩，抓阄。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下犬舍，走。你们和这些犬啊命中注定有缘，一会儿大家按照手里的数字找到自己的伙伴就行了。这里就是犬舍。你们的战友，打开犬舍，迎接你们的战友。是。刘平，走。好，刘平，走。美。帅。小狗，哎，哎呦，好狗狗！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咱们犬队的学习手册，这三个月啊每天四训，次次打卡，如果想变得更优秀可以自我加量。再强调一次啊，能否顺利通过考核不只是看最终的结果，你们每一天的表现都将记录在案，换句话说你们必须也只能过好每一天，明白？明白。好，饺子，注意，注意了啊！坐，坐，立，立，大哥，能不能给点面子呀？来来来来来，看这看这看这，哎，看这。这儿，这儿，卧下。好狗，好狗。这儿，哎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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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这儿，哎，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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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来呀、啊，你跟着我。哎哎。走。好狗，看。好狗。好狗，靠，靠，靠，立！小子，立！这是警校第一啊！立！一般啊，太一般了呀！其他几个呢？听我！好的。别动，不许动，不许动！陈队，这没弄错吧？这什么呀？这是啊！后继爆发吧。喝水。
小子，你喝过了吧？小子，别动！看我这儿，叫，叫，小子，爹，阿哥，小子，你不会老乱跑吗你？啊，Yuki。 小子，你可真行啊！拉个臭屎还列个队。又下雨了啊！臭饺子啊！这前两天给你打扫过犬舍吗？太不负责任了。 饿了吧？过两天再来看你。你等等，自打进了犬队，你老人家就一直看我不顺眼。再怎么说，咱是同学吧。 甭说说话了，您就连正眼都没瞧过我一眼。哎，我就纳了闷儿了，我是招你了呀，我是惹你了呀？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吗？这憋在心里不难受啊！再说了，就算您是真看我不顺眼啊，一大清早的起来给我收拾犬舍是几个意思呀？没看你不顺眼，就是跟我明白你这是干什么。给你收拾犬舍是因为太脏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想不明白也可以问我呀。前两天。 你要是嫌弃这份工作，那趁早别干了。于人于犬都不好，自打你第一天来，吊儿郎当的一直到现在。你能早起跑圈，能不能收拾收拾犬舍？傻子都能看出来，你心思根本就不在这儿。但犬队的工作是需要每一个人严肃对待的，不是这儿度假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呢？我怎么了？ 前几天啊
给大家讲解了犬带搜爆时对可疑物品的嗅源问题。今天啊，咱们就来实践一次，在这些箱包里放了汽油，任务很简单，带着你们的犬找出那个可疑的箱包并起获汽油，明白？明白。李可到，出列。是。刘品靠坐走。好，狗很好。走。再来一次。走。坐。钱小天，出列。这儿。去坐。哎哎，再试一次。坐。钱小天，你喜欢喝可乐吗？你是怎么训犬的？这都过去半个月了，发现目标后在可疑物品前或坐或卧还没有学会吗？回答我的问题。那我要不再试试？还试什么试啊？钱小天，你用心了吗？我早就说过了，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说小了是人命关天，说大了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危，你这样儿戏就是渎职，就是犯罪。好好想想你是怎么入境宣誓的。李可到。小天，从今天开始你和李可成立一个互助小组，好好跟他学习，每天家训两个小时。凭什么呀？就凭你不行。是。每天家训两个小时。凭什么呀？就凭你不行。这你别拿我擦气儿，你刚去几天就干不下去啊？我压根就不想干。咱不是没有那个命分到刑警队吗？别动，我是警察。蹲下抱头。哎，你知道吗，就这句话我练了四年了，这可好，压根用不上的，你知道吗？别闹啊，这个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咱们的天职，接招吧你。说。干部刑警一声无悔。站着说话呀腰太疼，我看我呀干脆躺平算了。您呢还真别躺平，谁躺平？警察都不能躺平啊。看看那些被骗的大爷大妈们，你还敢躺平吗？我这天天接到的不是保健品购买指南，就是旅游养老被骗的案子。最可恨的，骗子让老人们掏出了家底儿，甚至卖了房子去憧憬幸福生活。真的假的？一言难尽啊，兄弟。所以我说理想和现实是两码事儿，我负责除暴安良，你呢负责训狗养狗。你啊负责和狗友并肩作战，咱们呢都很重要。行啊，思想觉悟挺高啊，要不你来试试？试试就试试。哼。
干死！哎，咱们这一届警犬系的班花，听说就在你们队，就那个叫什么李可。得了吧，就那扑克脸，还班花呢。不仅是班花，人家还是咱这届警犬系专业的第一呢。什么第一不第一？说到底，我还是个养狗的。嘿，合着这半天我都白说了。我现在啊，就需要一个证明我自己的希望。来吧，小子，来吧，吃吧，起一大清早给你弄的，是不是？咱荤素搭配，营养俱全的。走你，走你，吃啊！难得呀，天儿挺早啊。嘿，我们这不琢磨着带饺子晨个练吗？那你这也不晚呀。伙食不错呀。那你看看我们这标准，我这鸡蛋可弄卫生的，这鸡蛋皮儿。得得得得得，一看你就什么都不懂，鸡蛋皮儿补钙知道吗？没文化的样子。得得得，哎呀，来吧饺子吃，咱不理他啊，咱吃咱的。走啊，吃啊，走。嘿嘿嘿嘿，干嘛呢？刷盆儿，里面有哈喇子，小五不喝。啊，这盆儿还得刷呀。你不给饺子刷盆吗？那话说的，我们饺子不留哈喇子。哎。那什么，耗子，那个刷子借我试试啊，我们刷子今儿没带。送你了。张浩到，李可到，钱小天，钱小天呢？到，走走，来来，快快快，到，哎，扣扣扣，到，成明到，成明。钱小天，你还有点组织纪律性了吗？点名点名迟到。你再看看这个。还有，刚刚饺子吐的什么东西？鸡蛋皮。入队第一天。我就给你们讲过犬类的饮食健康，你听了吗？前两天你上过心吗？你把饺子当过自己的战友吗？你考虑过你现在干的是什么吗？你现在做的不单纯是一份工作而已，你知道每天北京有1000万人坐地铁吗？你的工作性质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出行安全。你来队里也有半个月了，一点成绩都没有做出来，还屡屡出问题。你来是干嘛的？混饭吃的吗？我不是。那就做出个样子给我看看。从今天开始，一区全社的卫生交给你处理。下次队内考核，你要是还给我出问题，我就退货。你就从哪来，给我回哪去。干嘛去？扫个马路去。
走就可以。好狗上，好。上呀，小子，上。你上去，你上呀。阿布下去，你不会抱着他下去。衣服扣子整理好了。坐，坐，咱们坐。你去休息室，十分钟以后再回来。啊？为什么呀？让你去就去。快去。坐。坐。坐。来，给我，再去十分钟。我受不了，你这有点折腾人了吧？快去。去。小子，坐。坐。坐下吧，你。干什么？不是再来十分钟吗？十分钟，十分钟，统共之前才几分钟啊？李可，收队之后给他解释一下。是。说说吧，先闲话再说。好狗 Yuki， 应激反应。对，当主人不在时，犬会自动集中注意力去寻找自己的主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不自觉地开启警觉模式，屏蔽周围一切没有必要的信息。这样就能集中注意力了。哎，你别说，这老周除了骂人，还真有两把刷子。哎，你说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Yuki， 左，丁。好 ，Yuki 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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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好狗，好狗，靠！哎，咋啦？这个啊，饺子，哎，我有了，来来，饺子，收。哎，哎，饺子，回来，饺子，回来，哎，哎。Yuki， 走。回来，饺子。你怎么那么笨呢？啊，收货包你都不会，你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过来，你怎么回事啊？收货包你都不会，你怎么那么笨呢你？哎，你干嘛去？什么态度？两个小时过去了，我该走了。还有，我对你的态度不重要，你对饺子的态度才是更重要。不是，我跟怎么了？我跟饺子怎么了？啊，我们关系好着呢，你别挑拨我们。我告诉你。你演什么呀你？饺子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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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什么呀饺子？你搜的这是什么呀？你会不会呀？啊？我再来。搜呀饺子，你闻闻，搜，搜。搜，不对，小子，你搜的不对，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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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拍摄宣传短片，刘一姐，我能不去吗？不行，回去好好准备。是，拿饺子上去。哎，好狗！哎，好狗！666啊！各部门注意安全啊！咱们现场是半封闭状态，这边还有行人，都别磕着碰上。今天辛苦二位警察同志来配合我们拍摄这支地铁安全隐患宣传的影片。小子，别动。哦，不好意思，您继续。我们这支宣传片呢，主要讲的是搜索墙的使用和。导演，抱歉，我先过去一下。嗯。什么情况？在三姐。先生您好，请您配合安检。行了吧，我能走了吧？这是我们的工作，请再配合一次。Yuki， 搜，搜，搜，搜。你们查了多少遍了？你们是不是有病啊？公交总队警犬大队李可发现可疑人员，请求协助。Yuki， 上。没完了，你们上车。让一下，让一下，注意安全，让一下。Yuki， 站住，请配合我们的工作。闪开 ！Yuki， 都闪开！
闪开！都闪开！放下武器！第一次警告，闪开！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闪开！闪开！稍等会儿啊！去！老油条！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们走了，我拍谁呀？我得配合局里工作，抱歉啊，你先拍他吧。哎，不是，我也得配合。哎呦喂，饺子！今天啊，特此表扬一下李可和他的警犬 UK， 在拍摄宣传片的过程中，发现携带毒品的可疑人员，协助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吴某抓获。大家鼓掌。另外要特别提出批评钱小天，在拍摄过程中去追人，就把饺子扔在了地铁里。如果饺子丢了，你问题就大了。还有就是下周的群众怎么办？回去几分检查，明天早餐会当着全体念。哦，
天！陈队长，这个钱小天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啊，哪像个警校的毕业生啊！老周，做事儿要讲究个方式方法。报告，进来。钱小天，迟到，犬舍的卫生问题，日常出勤早退偷懒，公共场合丢下警犬，今天呢又不关犬舍，导致饺子跑出来偷吃的。陈队，这回必须严肃处理。哎呀，老周，你先坐下，别遇点事就炸。走走走走走。还惦记着去邢总对吧？警校学的就是这个，挺好。下个月，刑侦总队就来咱这儿挑人，配合侦查行动。你不是想去吗？做出个样子，我肯定把你调回去。是。陈队，那今天这事就这么算了。啊，先出去吧。是。以后注意点啊！哎，你不是想去吗？做出个样子，我肯定把你调回去。你呀，需要一个小目标。我现在就需要一个证明我自己的希望。为保障大会顺利进行，今天进行最后一次主会场安检排查，勤务开始。是。饺子现在都会扑咬了，您训练的科目是扑咬吗？那该怎么用啊？您这样做会让老百姓造成恐慌的。警犬不是宠物，它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根据你的日常表现和考评成绩，你是这一期垫底的学员。加上今天的事儿，下午去十三陵报道。十三陵，好好反思一下什么是纪律。那我邢总那边呢？我不服气，日常评定不能代表什么，而且今天这事，那怎么着？我就眼睁睁看你小偷跑了不成？刑警抓人也是讲究规范的，你是怎么考的第一的？那优惠铺子不也是人吗？能一样吗？那是因为嫌疑人已经发动攻击，造成人群恐慌了。希望你能在十三陵有所醒悟，出去。像什么
么样子。Yuki， 上。好狗。血了，多长时间了？刚刚发现的。先采个血看一下吧。不会有事吧？化验一下，看一下结果。乖啊，小子不怕啊，不怕啊。哦，乖乖，哎呦，好嘞，哦，好宝宝，好宝宝。好，等一下结果啊。哎，麻烦你了，医生。啊，没事。没事吧，小子？不疼吧？啊，不疼，不疼啊。哎，医生，我们家饺子会不会是细小啊？不会，在我看来，血液检查没有问题。行。饺子，不怕啊，咱没事啊，没事没事。哦，好孩子，好孩子。饺子结果出来了。啊，怎么样？是细菌性胃肠炎。没什么大事是吧？没有什么大事，今天先输点液，一会儿我给他准备输液的东西。你在这等一会儿啊，饺子，听见没有？咱没事儿啊，咱没事儿。你吓死我了！谢谢你啊，医生。饭了，来来来，好狗，饺子，过来，哎，好孩子，哎，好孩子，过来，下来，过来，走，啊，饺子，我们好了，走了，回家喽。小子，跳！小子，跳！小子，跳！阿哥，阿哥，小子，跳！走，小子，好孩子，阿哥，下！阿哥，小子上！阿哥，上！小子上！小子上！小子，别怕，上！走啊，走了，走，加油啊，走了，走。好走了，不怕不怕啊，老孩子，咱今儿啊不练了，回去给你加鸡腿，好不好？走，吃鸡腿去，来，走，走了，走了，走，走了，走，走了，走了。哎，小天，哎，哎，正好。你帮我把午饭送到值班室给老高，里头呀让我去会议室开会。好嘞，小天，务必盯着他把饭吃了再走。
内定，乡友准，献花。通了，默哀。对吗？进来，进来。大鹏跟了我整整十年了，其实他还有个名字叫程程，是队里七小旺的一员。当年我刚进队到云南特训，就是那年我把他从云南带回来的。小天啊，嗯，有时候我在想，这警犬从一落生，他有的选吗？对于警犬来讲，这是一个别无选择的职业。这些孩子们从基地生下来，就注定要成为一只警犬。他们跟随我们工作，没得选，每天训练实战，嗅闻那些有害物品，也没得选。这是他们的使命，更是他们的命运。我介绍大鹏的时候，他才六个月大，这孩子先天有点肾病，按照队里的要求是当不了警犬的。哪知道他这么棒。从云南回来，我们第一个任务他立了大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他成了咱们队里七小汪的一员。这七只小汪代表了忠诚、正义、勇敢、担当、智慧、奉献、活泼的警犬精神，这种精神雷打不动，代代相传。就这样，他跟着我工作在各种案件点上，一晃就是十年，我俩比亲人还要亲。直到去年，他身体不行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就是想让时间走得慢一点，让他这辈子除了工作训练以外，也能好好的享受幸福。可我没做到。报告，进来。陈队，昨天老王给我打电话了，保持住。去吧。是。
哎，天儿，你听说没？这全国比赛马上开始了，你和饺子现在可是全队的黑马种子选手啊！你看你这人啊，就没什么文化，要么是黑马，要么是种子，哪有什么黑马种子选手？不过这么说的话，咱队里是不是应该有场选拔赛啊？对，咱们队前三名参赛，我觉得吧，你怎么也能拿个第二吧。我要是拿第二，哎，谁敢拿第一啊？那不会，那不会。两周之后，就是全国警犬大赛。根据赛事要求，每个犬队可以选派三名队员参赛。根据咱们队的传统，今天进行队内选拔，前三名将代表北京参加全国总决赛。好，现在我宣布，常规技术部分比赛开始。坐。我是李可，携带警犬 Yuki， 准备完毕，是否开始清理室？我是钱小天，携犬饺子，准备完毕，是否开始清理室？可以开始。Yuki， 坐。我。立，站，靠，靠，爬高，坐，来，爬高，起。来，松，松，好狗，斜，上。今年比较有意思啊，咱们队里出了双黄蛋，李可、钱小天并列第一。报告，讲，第一就是第一，没有什么并列。那你什么意思？我和他再比一场。好啊，那就加一场障碍赛。上。好，上，好狗，上，好，好狗，好，好 Yuki， 好狗，跳，好狗，跳，好狗，跳，好狗，上。哎，没事没事啊。报告，讲。我弃权，不比了。饺子之前梅花桩受过伤，不比了，认怂。知道心疼犬了，早该这样。行了，现在你是第二名，你将和李可、大龙共同参加全国警犬大赛。
饺子，饺子，你看着我。哎，我问你，你能不能争点气？就那么几个破摩托桩子，你说你怕什么呀？我告诉你啊，咱哥俩练了那么长时间，这辛苦可不能白费了，你知道吗？从明儿开始，咱俩就正式开始地狱式魔鬼训练，知道吗？咱今儿啊，那是在队里，丢点人也无所谓，反正我也习惯了。但是咱要到全国比赛那天，您老人家要是还这样，那咱俩这老脸可就真没地儿搁了，知道吗？嗯，这是什么呀？丁。嗯，好狗。你说这玩意儿就好吃吗？啊，一点味儿都没有。来，小子。哎，真乖，好狗，好狗。来 ，Yuki， 走，跳，好狗，丁。别说话，看我做。如果前面的障碍训练你都没有问题，那这个部分也可以完全驾驭。之所以没有完成，问题就出现在你和警犬的配合之上。Yuki， 上，好狗。鱼犬的亲和训练是所有课程的基础，但是有一些课程的设置呢，还是违背了犬的生理习性，在这里就需要亲和之外建立绝对的信任和配合。你对他们的信任决定了他们的勇气，这是关键所在。很多时候警犬是需要无人跟随家进行作业的，那么这个时候又是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顺利完成任务呢？好狗，走 ，Yuki。哎，那个，不客气。不是那个，能不能带我们家饺子练练超声波指令啊？来，走了，上上上，来来，走了。好狗，你好饺子，咿呀，真乖。饺子真棒，走，走，跳，好狗，跳，好狗，走，上，跳，好狗，上，好狗，上，好狗，好狗，饺子，哎，好狗，你真棒，哦，耶。报告，进来。陈队，今天工作报告。好。哪位？老陈，是我。老胡。门头沟两名驴友登山被困，情况紧急，需要犬队进山搜救。好。怎么了？要出警吗？老周，是我。马上准备一下，门头沟搜山。你赶紧回去吧，明天还有比赛呢。
陈队，现场救援分为三组，两个人一组，今天值班五个人，还差一位。我来。明天就全国比赛了，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呢。明天的比赛，我相信李可。如队，是。走。此次的任务需要大家进山搜救，目标是两名迷路被困的驴友，由我亲自指挥。张浩、钱小天，到。你们一组。马明，到。你和我一组。陈阳、刘旭，到。你们一组。陈队长在指挥中心实时跟进我们的情况，务必完成任务，保证受困者的生命安全。是，出发。大赛就这么放弃了？你不还跟林克较劲呢吗？叫人要紧。刚刚接到指挥中心通报，两人被困，你们犬队距离事发地点最近，所以得请你们协助一下。周组长带队已经出发了。这个是咱们林场的安全区，如果走出了安全区，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另外啊，山里晚上会有野猪。那就是说这个区域都是安全的，对吧？嗯。那按照你们林场的要求，驴友最大的活动范围是在什么地方？哎呀，驴友们眼中啊，整个门头沟的山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陈队，麻烦您帮我查一下，现在还能不能定位到驴友的位置？目前目标还在安全范围之内，你们一组进山之后往东走，朝五点钟方向搜索，加快速度。收到。是。这个位置已经很接近安全区的外围了。赶紧吧，张浩，进场。走，发现救援。走吧。走，小子，走。站住！走。感觉好像又回来了呢，我们刚刚是不是从这边过来的呀？往前走走看吧。来，手给我。你怎么了？我脚踩住了。我看一下，来，拿出来，三二一。啊，疼！快快快，不，来，三二一。破手机，这个时候没信号了。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来山上，不要来山上，你还看日出？你看什么日出？先把脚拿出来，来，三二一。走吧，秀秀，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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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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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好，哎，陈队，我们在目标位置并没有发现驴友，但是找到了一个水壶，请您确认是否还有下一个目标定位。
东区扩大搜索范围，二队现在马上赶到东区支援一队。收到，收到，收到。走，小五，走，搜，小五，小子，搜，搜，好狗，定，胖子，来，李哥来。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他们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去的。这个方向有两个岔路，我们走哪个？走哪个？不得问饺子和小五啊。要不这么着，两条岔路，咱哥俩一人挑一个。那赌性太强了。你看啊，陈队他们现在就给了这么一个定位，那就是说这驴友的手机要么就是没电了，要么就是已经在安全区外了，对吧？可以确定的是，大方向肯定是在这两条路其中之一，咱们得速战速决。饺子，饺子，饺子可能发现什么了。陈队不是说了吗，已经派周组过来支援咱们了，你跟着等着，我先过去探探。那哪行，这条路已经是安全区外了，你自己去太危险了，要是再搜不到人，你回队肯定吃瘪。吃瘪？我平时在队里吃的瘪还少吗？走，饺子，走，走，走。哎，慢点啊！吹一下，吹一下。怎么办啊？山里越来越冷了，你快想想办法呀！别慌啊，我这就带你出去。来，饺子，搜搜，好定。你在哪儿啊？陈队，陈队，现场发现脚印方向，我推测就在我正在搜索这条路上。饺子反应也很强烈。天快亮了，安全区外，我们需要等蓝天救援队。你现在原地待命。待命？陈队，再晚会儿，驴友命都没了，请相信我和饺子。走。哎，上！老陈，你什么情况？安全区外太危险了。李丁，小庄。好狗，搜！好狗，走，饺子，走。上，好狗，好狗，好狗，上，上，搜，好狗，搜，好狗，搜，搜，搜，来，来，定，好，尤 K。好狗，好狗，好狗，好孩子，饺子，你要立功了。
好狗。好勇气，上！好勇气，好狗。麻将呀，二位，不要命了？警察叔叔，来，小子，进。警察叔叔，我女朋友脚踝受伤了。站住啊！陈队，陈队，我是小天，已找到两名驴友，其中一名脚踝受伤，请求支援。快来，这边，慢点啊！慢点啊！来，把腿放上去，慢点！快快快，上车上车！赶紧去检查检查！谢谢，没事。请问您啊，你是嫌我血压不够高啊，还是睡眠不够好啊？啊！臭小子！行了，老陈。我觉得这小子还是不错的。那行，那把他给你，反正他也想去你那。哎，陈队，我可不去啊。我觉得呀，我们全队挺好的。那我就不多人所好。收队。小子，回家。再见。谢谢。辛苦啊。坏了，这赶不上比赛了呀！小子，好个跳跳！哎，小子，哎呦呦呦，好个好个好个！给我的。什么意思呀？陈队让我给你的，他说李可有奖牌，你干的也不错，所以特地奖励你一套鸡蛋灌饼，外加鸡柳。为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更好地维护社会安全稳定，2015年
在北京警察学院增设警犬技术专业学科，着力加强这一领域的队伍建设。至今已有300多名专业人才投身警队，在各项重大安保任务，特别是守护公共交通安全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